Somebody is nervous. Good boy. It'll fall and die. I've had it for 15 years. But she's super, super delicate. So I feel nothing. Is it on? Yeah. Yes, it is. It's like a feather. Yeah, it's real. No bones. So the arachnids, the insects, they don't have any bones. They're boneless. Yeah, these animals don't. They always have to have any bones. They have exoskeletons. It's there. Don't worry. So it's moving on your head. You might feel that. You feel it? A little bit. You have a yellow ooze too. Sometimes it's all over your finger. Oh, I can smell this.还是它比较可爱，当然喽，可以放在头上没关系，这也不能动，动的话它掉下来它就死掉了。好啦，你说你要煮晚餐给我吃，嗯，好饿哦，我要多一点菜，好，谢谢。蜘蛛太饿了，毛茸茸的让你觉得很饿。最恐怖的是狼牙，它好像是狼牙近亲，狼牙的轮廓比较锐利，可能是因为他说他那只是老的了，老蜘蛛。嗯。吃东西说，然后许愿先会有几岁说。你的和弦任你选择，唱出你的自由。一个单音最寂寞，你会冷。啦啦啦啦啦啦。昨天晚上我们去送修我们的戒指，就是因为六月把它不小心弄丢那一次，它可能在地上打滚了很久，然后就受伤。我然后去拿他的结婚戒指，然后工作签证的事情大概有点头绪了，就觉得可能这一年就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步调变得比较慢，然后过得充实一点。他不想让我念 PhD， 然后自己也觉得再念下去好像也不是办法，就是拖延进职场而已。跟大家说你买了几件？五六件吧。五六件，然后才花不到100块。今年的扩大刚好用光。可五六件是很多哎。对啊。加油，再on sale，Let's go。好。我们刚从 H&M 出来，继续逛。我又感冒了，这次感冒跟前年的那一次很像。今天早上被那个鼻窦痛醒，就开始吃台湾带的药。原本预计周末的时候要去买公证那天要穿的衣服跟一些准备，结果没有找到。然后他都已经弄完了，我们在 H&M 逛超久了。然后啊，我悄悄发现我已经有90人次订阅了耶。耶、yeah. 哦、很久没有 follow 了，悄悄上来看一下就有90人次，蛮惊喜的。然后我是要跟大家讲这个网站叫 Depop， 他们很喜欢用这个网站来拍卖他们已经不穿的衣服。像这个单品就觉得它好像原价应该不止32，已经二手了，所以他就用32块钱把它卖出。然后下面很多类似商品，最近 follow 的这个呢叫做 Song of Style，然后我最新看的这一集是 Army on Budget， 他就是去我们平常比较平价的店去买他的衣服。之前有一个是 Style of Numbers， 这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他自己用自己有的衣服然后去，哇，这很多耶，16个穿 Turtleneck 的方法。我们又回到咖啡馆人了，我们来求证到底有没有缩水的嫌疑。这样是求是，所以我们要点，再点一次大。OK。现在抵达 Costco， 今天预计可以带大家逛一下 Costco。 听说这间 Costco 是全世界第一家 Costco， 就是它草创的。因为这里有全世界最好吃的热狗，等一下一定要吃。我也饿了，走吧。OK， 我们今天点这个 El Pastor 附赠的饮料，还有感觉蛮好吃的，有植物的味道。然后啊，他去弄热狗、果汁、蛋跟水果，太香了。好了，里面是什么？切开。罗勒叶。有人煮晚餐哦。噔噔噔。
噔噔噔，这道菜叫做 Costco 意大利面。为什么啊？因为几乎中厨他们都 Costco 的。真的，意大利面不是？啊，意大利面，其他都是。对，看起来超美味的哦。哇，这也是 Costco。我最近上班都比较规律性的晚回来，所以我们晚餐就更晚吃，所以我就把运动挪到早上。但是因为今天又提早上班，因为有调班，所以今天早上没运动，然后回来时间居然是一样晚，所以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体力，我们可以在今天做运动。五点半下班。我五点半下班之后又留在那边继续打，他们要出一本 handbook。然后他那个 director 很好笑，主任好臭。今天上班回来之后就整个超无力，我感觉很恐怖，好像就是在发烧，然后全身无力酸痛，开车也很撑，然后终于撑到家里之后就倒地不起了，然后我就倒在地上整整一个小时半，然后才终于下定决心就花一点力气站起来吃东西，本来就要很晚了。办公室冷气超强，然后我又刚好没有带外套，我现在耳朵是全烫的，我超怕的。过了一个小时，哎呦，往上了，39了，发烧好像睡一睡就没事了。等一下，打起精神把东西塞一塞，就可以再吃一颗止痛药还是什么退烧药。Alright, night night。一些客人回家，他对这些客人非常感兴趣。噔噔噔，里面这只已经在结网了。结到一半又去吃叶子哦。Melanie 呢，就是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把他送去其他老师家做客，然后这礼拜他就问我，然后我就传简讯问 Sam， 然后他就呀。你还记得你小学是几年级养蚕宝宝吗？幼稚园有养一次。真假的？二年级或三年级。我已经不记得了，都是我爸在养。听说有一个蚕宝宝大户专家，他说你只要把生下来的那个新鲜的卵拿去冷冻，然后隔年再拿出来，它还是一样会孵化。我觉得这样超像木乃伊的那个概念。我好像小学的时候就、真假的？如果他们孵化之后，你要拿吗？你要收养吗？我会还给那个，还给你们公司。他如果要你收养，你要收留他吗？可能没办法。好像还没有拍过最新一代的那个 avocado。现在最新一代 avocado 是用那个饮料外带杯，然后上面这个呢，最新一代非常聪明，对不对？就斯乐冰的那个头嘛，你看上面下面有根了。这个超厉害的，话不多说，你们两个好自为之啊！刚又丢了一些新鲜的叶子进去，然后有些人被吵醒了，就开始疯狂大吃。亚达 ，What are you doing？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就这样一直看着，不想要洗碗睡觉了？员工旅游来保龄球馆。刚从保龄球回来，蛮好玩的，偶尔这样跟同事聚聚还不错。现在我们要，不是我们要，我要把我的化妆品一一审核，我觉得一定有一半以上都过期了。昨天先丢了一个，因为我看到它是2014，已经过期4年，这有点夸张。虽然这样暴露他的隐私好像不太好，可是这位仁兄好像脱肛了，还是脱肛？再换家。